圈中励志女林心如再做制片依然不轻松。女星撑起半年片，当起制片不新鲜。最近林心如正在为自己的新戏《长歌行》担纲制片，忙里偷闲来上海捞金的林心如表示，尽管当制片人已经不是头一招了，但是依然感觉压力非常大。不轻松哎，因为我觉得，因为每一次你会看到自己上一次的缺点，然后所以你这一次就是要避免出现那些缺点，然后每一次都要更进步。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反而是压力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变大，因为就是更加的想要追求完美。追求完美值得肯定，只是看起来心情温和的林心如在片场会不会化身魔鬼制片人肆意发飙呢？不会也不会，因为我觉得现场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气氛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来拍戏，不管是工作人员或是演员，其实都应该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情，然后整个团队都非常的融洽，才能够确保这部戏能够就是拍摄的非常顺利，然后出来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小兵点评，紫薇哥哥越来越像大牌制片人了。